提炼这个神子的这种文化啊，会通过这种文化呢渗透到每一个孩子的这个德育教育当中。说你看到了我们这个神子呢，不仅仅呢培养了很多的世界冠军，更重要这个神子呢让这帮孩子呢有了这个明确的一个目标，更有自信，更有活力。那希望呢这一个跳绳项目能够做大做强，继续发挥好我们这一个品牌的作用，然后呢辐射到更广阔的范围，希望这一个运动还有这种精神能够让更多的学生能够认识到以及能够传承下去。